位当事人和观众朋友们。现在开庭。这个戏是关乎老百姓的事，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事。今天就到这，回头我会征求一下姚老先生本人的意见再做决定。谢谢沈法官。这个好，杀青快乐！我们与法庭的距离。法庭审理结束，现在休庭。